老人是智慧的象征，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好像只关注一些比较新的比较年轻的东西，忘了一些有一些东西是无价之宝，是用时间岁月累积下来的一些很珍贵的结晶，这些东西往往被这个社会忽略掉。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应该要考虑的去思考一件事情，就是根，你的根在哪里？每一个人要去问自己这个问题，你的根在哪里，而不是一直往那个看不到的未来去看，你要看看过去，你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。